亲，来品茶，两岸青年武夷山打卡系列活动茶博会暨不仅是一次茶文化的盛会，更是一次心贴心的相聚。共品茶香茶韵，共享美好生活。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，憧憬和和共生的美好场景。在燕子科生态茶园里，绿意盎然，茶香扑鼻，两岸青年行走在茶树间，感受山水茶园的和谐之美。在三茶统筹展示馆，两岸青年了解到茶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金色引擎，座座茶山蝶变为连绵金山，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的生动实践。以茶叙事，以茶树理，以茶核心。一片小小的叶子，绿意盎然，一杯淡雅的香茗，沁润人心。三天的行程，两岸青年同饮名茶，共观茶赛，共话茶事，感受到武夷山茶文化的博大精深，结下了深厚情谊，见证了海峡两岸茶文化的深度交融，更将助力两岸青年携手同行，遇见更加美好的未来。亲，来品茶，两岸青年武夷山打卡系列活动茶博会暨不仅是一次茶文化的盛会，更是一次心贴心的相聚。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性。通过这样的活动，两岸青年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，让茶艺薪火相传，使青年心气相通。共赏山水之美，共叙两岸亲情。武夷山市推出了许多会台利民举措，拓宽了交流渠道，优化了融合发展。通过建设茶研学基地、特色茶庄园、观光茶工厂等，使茶区变景区，茶园变公园，茶山变金山。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被这里广袤的茶园、发展的潜力、无限的生机深深吸引来，爱在武夷山。茶山云雾缭绕，茶园青翠欲滴，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。南平市深入践行三茶统筹理念，深挖茶内涵，提升茶品质，服务茶产业，创新茶科技，谱写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崭新篇章。茶香续茶园，茶和两岸心。两岸青年要把握机遇，携手打拼，互学互鉴，同心同行，积极参与到两岸融合发展当中，为推进祖国统一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。